ฮัลโหลตาเจียฮาวสวัสดีค่ะกลับมาพบกันอีกแล้วนะคะกับมิมชีนไม้ค่ะก็กลับมาอีกแล้วนะคะกับวิดีโอเรียชั่นค่ะทุกคนแล้วก็มาแล้วกับคลิปวอล์กประจำสัปดาห์ของสาวๆลูกกวาดสาวๆเปอร์บังเกิร์สซาหลิงซานตืดซึ่งในวอล์กนี้นะคะสาวๆจะพากันไปเที่ยวสวนสัตว์ในฤดูใบไม้ผลินะและนอกจากนี้คือมีความน่ารักฮ่าฮ่ามากๆนะคะในการเล่นแบบเสียงสัตว์ของสาวๆลูกกวาดนะโอเคเดี๋ยวเราไม่รอช้าเรามาเริ่มรับชมกับวอล์กนี้ไปพร้อมๆกันเลยค่ะพร้อมแล้วเริ่มบอกเลยว่าวอล์กนี้คือนอกจากที่สาวๆจะน่ารักแล้วแฟชั่นสวนสัตว์ไปเที่ยวสวนสัตว์คือน่ารักมากทุกคนทัวร์ฤดูใบไม้ผลิเซียนิงอยากจะเลี้ยงอะไรนะเดี๋ยวต้องมาดูนี่คือแบบเขย่งสุดตัวเลยทุกคนตัวเล็กตัวน้อยแล้วก็มาดูกับแฟชั่นในวันนี้ของสาวๆลูกกวาดกันนะคะเครื่องประดับเยอะมากค่ะแต่阳光灿烂春天也到了然后穿了比较粉嫩的一个毛衣后面还有一个小熊哦是因为头发剪太短了有碎头发就是拿铲子别一下今天大概就是我的小穿搭没宝出的没宝吃饭的妖娆的女性眼睛怎么迷离了杨梅酒。OK， 我结束了。我没什么特别的，我就是也弄了一个可爱的小刘海，然后弄了一个可爱的粉色的小毛衫，然后弄了一个可爱的小车壳，没了。这就是今天的可爱服穿搭。好，那这个呢，也是穿搭的一部分吗？就是等下要带着进去的。行，我就选选个吧。突然 Q 人啊！机器就是穿 Q， 你今天是怎么穿的？我今天就是一个，哦，只是这么一件了。你好 ，Fashionista 马蒂尼。你好，今天可以稍稍介绍一下你的小穿搭。我觉得要接近走进大自然嘛，就是要穿一个自然的颜色，所以就配了这么一条有大自然气息的，可以融入草地，让大家找到我。干爹，给我屁！我住那个边的人。我站在草丛里，可能就完美消失了。觉得春天了嘛，就是可能。得吃油吧。就是穿太厚，但是呢又怕这个温差太大，所以还是带了一件万一啊，做好万全的准备，戴上小帽子，因为头发就是洗了，但是不会打理，所以就盖了个帽子。你洗了，他没洗。然后带了一些这些东西，就是来照耀过世的。好了，你继续喝水吧，下一位。哎呦，你转过去看一下你的妹妹，真可爱。模样啊，那是。干嘛？你来给今天所有人的穿搭打个分数。咱们今天整体一个大家的穿搭都在一个95分以上，除了我吧。啊！你看我配饰什么都没带，配饰什么都没带，什么都没带。我只带了一颗热忱的心。我今天其实只有一个目的，我只想知道我能不能看到我的亲人。是啦，那个树懒，好气啊！没有吗？门根，我想背背人，是哪个？那你来错地方了。你就是顿顿，我可以给你做呀。不用，我可以给你做。算了算了。是那个雪人吗？那我也会做。你那个就是稍微比他再好一点，说实话，他那个冰墩儿。旅馆，你等。
人尊。这位今天的穿搭有点色色，极限混搭。夏天，夏天，纯色儿，纯色儿。再穿把 hipster 呢，好一点。今天妆容分了两步，一步是底，一步是眉毛。眉毛，相信大家也看到了，是这位女士。浅浅浅，挑黑发。小陈，小陈不是一帮花的眉毛。Q 样水嘞。就是画龙点睛、锦上添花的一个嘴。吃饭，吃饭。哇！哦吼！就是那个，就是那个最后审判那个展那个。ถือกล้องใส่ไปใส่มาคนดูว่าแบบดูไปใส่ไปใส่มาฉันก็เข้าสวนสัตว์แล้วนะมือเน้นอะไรโอ้สิริคนคูยี่สิบเจ้าเย่开心开心，找不到人就找心灵的裤子。สามารถมองเห็นสิ่งได้ในระยะไกลกางเกงเฉยๆเหมือนเด็กน้อยที่โดนแม่ลากไปลักมาเขอายมากเลยเน่คือแบบจับจ่ายใช้สอยอย่างรวดไวเอ๊ะจะเป็นอันใดจั่วอ่ะนี่ค่ะส่วนในฝั่งหนึ่งก็มาดูของกินนะคะ知道了，去看看，看到他们在那边购物。哇、啊，他们那边有发卡耶，要不要买一个？想要吗？来，想要哪个？来西林，来西林。什么东西啊？你看，你看。没有。我真的会谢，我也真的会。不好看是吧？不是不好看，就是很搭你这些是吧？那我只能戴这个了。搭不搭？真的好看吗？好美吗？小猴哥在这儿呢。救命！家里边有没有那个小猴戒？我不要了。是的，公主。啊！公主。可以。一反嘛，就是穷死。我不要了，我不要。没得光眼的。救命！哦，哎，这个可爱，这个可爱，你说这个可爱？你啦？我觉得行。真的吗？培养过，培养过这些。我马上，你好看，你要三星好评。你赢了，我们。哦、oh, ，现在算淡季哦，那旺季得是什么样子？拥挤拥挤的熊猫，เหมือนเด็ก7ขวบ7คนค่ะกำลังเที่ยวสนสัตว์你自己过来看呀，很可爱的。要不你还是把我删了吧。可太美了，谢谢。看看熊猫会不会跳啊？哇，我第一次见这个！哎，它眉骨真的长得好高、哦。哪里有苹果？那只，那只。哎，那么红。哦。而且我感觉它心想，看什么看？耶！这嘴太长了。缄默恐惧症。缄默恐惧症。Later.
没，你们听刘星点刚说他说什么？北京没有。他说怎么？春天什么呀？不是，我想说北京没有春天，没有。然后他说完了以后，我跟那个后看了一眼。真的都唱腻了。我今天是生日大福。哎呦，好可爱，好可爱！圆圆的脑袋，大大耳朵，很熟又很娇，好可爱哦。你吃的多，你能不能走过来一点点？他很多，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哇，这个是他这个好清楚啊！圆圆的脑袋，大大耳朵。大熊猫可能会在想说，为什么我吃东西你就可以看？对啊，对啊，吃东西你们都要在门口看我，怎么看了你们？烦死了！我也有口腔。เดินมาสักพักผมกินหน่อยเพิ่มพลังหน่อย。哎呦，烦烦。稍等，再等我冰激凌。冰激凌草莓妹，爱冰。แล้วกลับมาดูเพลงได้กันเลย。好妖娆，这两个啊，来吃饭，来玩一下。哇塞！我感觉我的耳朵好想摸啊！它像一个抑郁的那个吃粉，emo，哎，我刚刚给那个熊猫那个很 emo 的样子，给它配了个 BGM。最善良的眼神。哎，他怎么还有一只？他好瘦啊！这熊猫真的有种一滩烂泥的感觉，好像平时的我，在家里第一天，第二天就是刚那个 emo 表情。这就是我快乐的一天。我要做一个表情包，今天又是摆烂的一天。那我一定要开水塔，我可以跟水塔互动吗？然后他快，我要开水塔。那个牵着手手在水上飘的那个吗？对，就那个牵手手那个。脸白那。啊，那个。动物园里有什么？熊猫、狮子、玩儿、大象、戴粉头套的粉丝团。你就说它这样好看。好看。对。Later。来，熊猫馆。一摸好犀利，今天又是摆烂的一天，我们今日最佳表情包诞生。冰淇淋的地方，不知道有没有长颈鹿冰淇淋？好像不是，就是那个圆筒啊，圆筒，它是每个地方都哦。我小时候也这样。海豚音啊，海豚音，哇！我要甜筒。稳得挠呀！既然这样子的话，那我也要一个。先不要讲一会儿。哇，我你一反马嘛。那那是爱丁的，本安吉索。这个叫什么？甜筒，甜筒。不甜的话也不叫甜筒。是的。这个叫甜筒。哎，玩游戏吧。就玩你们刚刚那个。一人送一个字。圆够，真的有人会做啊！喂，够，圆够，圆够，圆。Sorry， 要说那种
งอแงอยากกลับบ้านแล้วอ่ะLater.
ตอนนี้มาเรียกลิงต่อนะพี่ฝ่าย只要我不对视，就没有事情。你看一模一样，一模一样。喝酒这样子，这个我也会。怎么猴也会叶问吗？这是哪个馆？这是哪个馆的？请问？这是哪个馆？走走走走走。哎，猴呢？哈哈哈哈哈哈！猴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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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你好，管理员，我们这里好像有一个猴正在跑出来了，你们怎么样把它抓回去？健身猴，健身达猴。来到了健身。这里。哦哦，好高好高，好厉害好厉害，你们。来，这边。别。就是动作快一点，好厉害啊！小朋友可以吃快，20，你打龙了，你看那小朋友，刚才你看的津津有味。你看那小朋友，小猴，小猴，跟上，走，还想看什么大大？我都给你们模拟去。这个音频别外传，带着我姐妹们的 vlog 出来，你看，新生而来啊！不是一发，那谁就是？你还怕丢人呢？我都不怕。对不起，别叫了！别叫！剪哥应该在群里的吗？先去人家干吧，我先走了。去哪里？来就拎来吧。我要回家了，让我回家。那边对，那个门出去就是。小马，那边出去是大马路。已经。他有那个鼻子里面发射器突了我们，这个是赔管管了，还上，这个不是很贵呀、啊？这龙王兵牌几多？在这有办法如何互相联络？什么联络？圣贤可不被吐了，跟人家掰了。快圣贤冰淇淋，走开！你不用进杯，好，爱顶好安了。哇，还是羊皮的。哇，这儿有啥好玩的？这儿有穿着一米二以下的小孩。我就是一米二，他说我是一米八的小孩。一米八就不能是小孩了吗？儿童，但是你只满足了一个儿童，我觉得他是在针对我。西林，快乐犬，你愿意背我吗？一凡，我背得动，我都背得动。我大哥，你肯定嗯。哈哈哈没上来，你到头一下子。哇。啊，心灵困惑啊！不依不往上爬。哇，好气！哇，大哥，这个快放公三！来一紧就被拉走呗。黄灰，天空是灰蓝色。
喝水吗？喝水吗？谁喝水？还要喝水？哇！我的头脸，谢颖找了一整个动物园，他的朋友，在我水杯，我的家人，家人，家人呢？找到了，走你走的好苦、啊，这里就大爬，好苦啊！你看树懒一天中三分之二的时间都在睡觉，它动作非常迟缓。要我是我，我不是我吗？这是谁？肉食蚁兽。你看它的脚宝，怎么长这样了？哎呀，长得这样。来吧，这个两个鸭子心里。表弟，哦，啊，这个是大姑家，对，那是二姑家的表妹。好像等几个小时才动呢。表弟叫，那弄不动了。表弟叫，对，伊丽丽，有点像动不动，有点像动不动，就是吗？我看剧看完了。看到小赖吗？你得不养个妈去走你看我马上给你试试看你了，你知道这不是狮子王吗？在咱们家这边迎接，游过去了，不游去了，他在躲我们，别回去了，回去了，我就出来了，这样子了。一发动机能爆炸来。那爷爷要去练点诺胶了呢。สาวๆลูกกว่าที่สวนสัตว์บอกเลยว่าโอ้ยเอา energy มาจากไหนนะพลังเหลือล้นมากๆนะคะโดยเฉพาะอีฝานตั้งแต่ต้นจนจบคือแบบกระตือรือล้นหนักมากนะแล้วคือสาวๆคือมีการเรียนแบบเสียงร้องของสัตว์นะคะเยอะมากๆไหนใครนับได้บ้างว่าเรียนแบบสัตว์ไปกี่ตัวในคลิปนี้นะเยอะมากๆทุกคนเยอะมากๆแล้วก็น่ารักมากๆเหมือนเช่นเคยนะคะก็นั่นแหละค่ะจบไปแล้วนะคะกับรีแอคชั่นวอล์กเที่ยวสวนสัตว์ในวันนี้ถ้าชอบคลิปนี้นะคะฝากกดไลค์กดแชร์กด Subscribe เป็นกำลังใจให้ด้วยนะแล้วก็อย่าลืมกดกระดิ่งดูดิ้งดูดิ้งเพื่อติดตามคลิปที่บินจะปล่อยออกมาหน้าๆด้วยนะคะทุกคนสำหรับวันนี้ก็ลาไปก่อนค่ะไว้เจอกันใหม่คลิปหน้าค่ะคลิปนี้ไปละค่ะบ๊ายบาย